美服一级小号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没有？我先去创个房间。那我这次就用死灵法师吧，好不好？我想想看哈，死灵法师，那我得先把我的那个佣兵给自杀掉，对不对？我先去给我佣兵自杀了，我先去把我佣兵弄死哈。但佣兵死不掉，完全不掉血啊！把他装备拿下来先。我铁魔死了。我没看我的铁魔。算了，下次再说吧，下次再说了。悲哀啊，铁魔死了。哎，铁魔死了也好，反正等会要比赛，我也不带铁魔了。好了，佣兵。干你老师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他妈我的无限嘞，快死！好，死了。对，美服一级小号啊，美服一级小号，我会把这三个道具丢到那个女伯爵的房间最里面。好，女伯爵在这里。哎，我靠！我火炬不是火炬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三个在地上啊！好，三个在地上啊！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密码是我打在聊天框里面，我都打在聊天框里面啊。这个房间名是 Fire 8888，你们都要打好了。密码是7758258，7758258。哎，有个朋友进来了，有了哦，全都进来了，满了托福，我看到了，我们有 DCI， 有 JW， 有哎 Running Man 2， Running Man， 我记得你 Running Man 2， 托福 Edison， OK， 还有 Edison HRS， 还有祖宝，非常棒。好，我们有野蛮人刺客。我们这次大家记得 Running Man 吗？上次 Running Man 是你吗？你是上次参加的 Running Man 吗？非常悲剧啊，他跑在第一个，结果包满了，没有捡到，是不是？哎 ，Running Man， 好 ，Running Man 冲出去了，但是门口有一堆精英，我们看一下他冲出去精英会怎么样？哎，哦，他躲过了，他成功了，进到树这里了。哇，拿不到，他包太满了，他拿不到，他被怪围住了，我靠，放古墙巨怪。对，我为什么要用死灵法师，你说到点子上了。假如我看真的太简单的话，我可能会放一两个古墙啊，大家知道啊，都来了吗？都到齐了是吧？好，我说三二一，准备，三二一，走！我冲进去了，哎，一个古墙，第二层，一个古墙。我放个古墙，哦，可以哦，一个古墙，哎，怎么样？这波操作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要恨死我，大家要被卡在这里。哎呀，干！我这古墙放的不好，全部人卡在这里。抱歉，各位，抱歉。我真对不起大家，这个20秒。这古墙放的不是很好，哎，冲过来了，好，第三层，每层都一个古墙，准备一个古墙，哎，古墙，哎，这个古墙，哎，靠，这古墙没放到，古墙，哇，他绕过去了，他非常厉害，这个爱迪生非常非常厉害，他绕过去了，我不能让你那么快，我要一个古墙。
这个鼓枪放的可以噻，这鼓枪放的相当可以，这鼓枪放的可以，一个鼓枪，哎靠，他到第五层了，他到第五层了，一个鼓枪，我靠，厉害呀、啊，厉害呀、啊，厉害呀、啊，他被围了，他被围了，艾迪生被围了，他转可以走另外一个，可以走这边，可以走这边了，可以走这边，好，这个时候一个鼓枪，哦，他钻进去了，可以，他进到女魔界房间了，现在是好。这个紫色的骚气的野蛮人拿了，哎，他点了又掉出来，包满了吗？他包满了吗？现在只有一个人捡了，还有地上，哎，珠宝被捡了，还剩一个最后一个英雄骑士。好，是哪三个朋友？哪三个朋友？是哪三个朋友？都捡到了是吧？捡到了是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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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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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我们回城回城回城来。捡到的朋友到我这里集合，好不好？到我这里集合。这个高塔原来普通难度的高塔路那么短，还是要那个地狱难度的好点是吧？哎 ，HRS 是你拿到吗？你把东西还给我先，好吧？好 ，HRS 拿到一个。好，然后还有谁？精卫，哦，精卫，等一下哈，精卫拿到一个，然后还有这个。艾迪森拿到一个，好，这三位玩家我加你们好友，然后我邀请你们进去，你们换大号来 PK 哈，我加你们好友先，精卫是吧，我新增好友，我加你了，然后艾迪森新增好友，还有 HRS 对不对， HRS， 好，这三位朋友，风花水月痴情的男子多多讲，风花水月痴情的男子汉，感觉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的名字哈。痴情男子汉，多多加油啊！风花水月，好，就是这位。然后呢，你们先准备，不能吃药啊，不能吃药，大家这个就在自觉遵守规则，好不好？不要吃药。哦，我们有圣骑士法师哦。那这个圣骑士现在赢面很大，他赢面非常大，好不好？他现在赢面很大。他应该是个铸锤圣骑士，我觉得两个法师啊，你们要这样子，要有点计谋，先合起来把圣骑士干掉，然后你们再法师互殴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们一个圣骑在这里，你们不太好打呀。先跑出来一点，对对对，先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OK， 大家分散站好了，分散站好了。我说开始就开始哈。我开，被捅死了！哎，你先扶我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这样好像有点难呀，这佣兵。不不不不不，重新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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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复活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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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说三二一就冲出去打哈。准备，还是跟上次一样了，说三二一冲，三，哎不，三二一，冲啊，来了。好，电法，这是兵法一个哦 ，Grid 直接被秒，怎么这么快？这个铸锤还是非常厉害啊！现在只剩下电法跟锤子了，这个兵法直接被秒了。哦，这是火球，我靠，这个可以，感觉是会打的呀！我一下子，哇 ，Nipa 还是铸锤升级师，还是厉害，还是厉害，这个太快了，这个太快了，这个骑士太快了。好吧，那我们那个圣骑士是第一名，然后谁最先死的？是 Grid 最先死，就是 Nipa 是第二名，好吧 ，Nipa 是第二名，第三名就是我们的 Grid。好，给你毁灭。第二名是谁？是 Nipa 对不对？你要站招啊？哦，你要站招，你是要站招吗？哦，你要站招，那给你站招。那好 ，Grid 你就马拉了。这个朋友，我靠7077哈，我靠7077，大家可以来这个房间啊，这房间里面有赞助的奖品，这么多钱我就拿68万好了，这比较吉利是不是，我拿68万，谢谢哈，谢谢大家来拿吧，捡钱啊、太多钱了，忍不住再拿38万，哎，拿不到了，拿不，果然不能贪心啊，来大家来捡吧。